现在是第三轮的挑战者，古嘉诚和白树已经就位了。你们接下来面对的挑战是彩袜争夺战。少年们请后退一步，黑人上道具。圣诞节啦，圣诞老人要给你们礼物了，但是你们没有装礼物用的圣诞袜，所以接下来这轮游戏叫做彩袜争夺战。这写的啥？这个是干嘛用的？接下来你们要需要脱掉对方的袜子，并在对方的脚底板上盖章。先盖好章的一方即为获胜。前30秒只能用脚，30秒之后可以用手。听明白了吗？两位少年，请脱鞋。小心啊！我们的游戏区域只是在绿色的这个擂台内，小心地滑哟，一定要保持好人身安全，好吗？来，两位少年，你干啥呢？先呢？来，两位少年，请准备。不能用手是吧？对，不能用手。跟大家友情提醒一下啊，那个小就是小白树啊，今天是那个感冒了，身体状态不是很好，但是没关系，老虎。所以我先让他盖一个。哎呀，那不行，快！小白其实是这样的，你多出点汗，有利于那个病好的快呀。不是不能动手吗？哦，不能动手是吧？不是，你等一下那个。真的好像四脚天鹅呀，你俩呀。慢一点啊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的滑。就踩不下来、啊。可以用手了，脱掉他的袜子，盖上脚底板。印有三颗痣，他就是孙悟空的托式。白树，脱掉，脱掉，把他的袜子脱掉，脱掉，脱掉。太有劲了，过来。老虎给他撂倒，对，脱掉。来啊，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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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月月支招，给小白支个招。那一个手老虎，只有两。你们两个这么着吧，你们两个就是为了人，你们两个保证你们两个人身安全，坐下来脱，来坐下来脱。你们俩这是相扑吗？这是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不完全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天哪！小白呀，小白，老虎，要不你就直接解决他吧。香六小鸡仔在这船里头，他在垂死的挣扎。来来，坐下来吧。要不我就让你盖。对，坐下来。这个太可怕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喂，哎。老白奋力活着，老虎加油，老虎加油，小白加油，小白加油。你们两个可以把那个脑上右脚摘掉啊。你在脱什么？脱袜子？别脱空地方了。好，别走。脱袜子吗？不行，大人们脱什么？不要，不要，扭打成一团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不要，不不不！啊！袜子，袜子，说说反击，反击！就在你手后面，赶紧去！就在后面，就在后面！老虎，你给他翻过去！你刚刚都给他撂倒了！天哪！金光闪闪。鉴于你们这个真的是不相上下呀，然后现在我们的游戏规则追加一条，就是屁股不可以离地，必须得坐着。来，游戏继续。屁股不能离地，屁股不能离地。
成老虎。这两个怎么？老虎，你这个姿态让我想到了地铁十号线里常见出现那会儿，一场无情的大火摧毁了我的家园。有钱的给点，没钱的请让一让。《水浒传》继续干。我想着，不行，在干什么？不行，是宠物是吗？老虎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天哪，老虎，你的美人鱼姿势也真是够了，不可以屁股去美人鱼。美人鱼老虎，美人鱼。好了，要不就。为什么是后背冲着我们？这么的吧，要不你们和平一点。石头剪布，谁输了谁脱袜得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石头剪布，谁输了谁脱袜得了。那你俩这样的，晃到啥时候去？屁股离地了，老虎。哎，对啊，这算不算犯规？屁股离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让你脱掉一只袜子，这样他直接就可以盖章了。脱掉一只袜子。快快快，老虎，你快坐下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脱了。你洗了没有？拿章拿章。老虎又开始脱。一定要盖到脚底吗？对，一定要盖到脚底板。你让我看看。啊，我盖了。盖，真的盖，快盖。哇，你是什么名啊？少年频道。少年频道。在老虎知道吗？当你盖上这章的一刹那，就注定你的一生不平凡。说不定明天一照镜子发现，哎，老虎就不是老虎了，是圣诞老人。哇，好，根据这一轮的彩袜大作战，获胜的一方是白硕，恭喜白硕获得了我们的豪华基础材料包，而谷嘉诚获。